好，OK，好，来，再来就是，OK，然后呢，那个 for the mix of 有 POV 等于这么多啊，这边 OK 的 P value 我是0.06 and significant。你说，它这个小数点的位数需要达到几位？很好，对，我个人觉得2位，但是我不太确定说它本身需要到多少，因为其实啊，对不起，我再去求证一下啊，就是你在测量过程中，我们把有效位数到时候讨论一下，我们再讨论一下，就是说，如果你称的时候，它称到0.01公克，0.01公克的时候，我们大概一次都用0.01公克。对，但是其实，我老实讲，科学数字呢，我学得很弱。但我还复习一下那个大一的那个化学那一块，它有些那个 significant figures 就有效数字，我再去复习一下。我们都是同意一下一个数字，45度到，我猜是小数点第二位。对，OK，好了，那这边的话，那个0.05还是0.052，就是接近显著，但没有显著哦。就是我们在求证一下数字啊。好，如果显著，你显著是这样。好，那显著的时候，其实有一件事情啊，这 ANOVA 用六个数字嘛，到时候是不是说把一个东西拿掉就有显著？把它拿掉不见了，对不对？那个人是谁？OK，After removing the kerosene ENE，好，OK。The P value was an第一个 K 不用大写啊，K 不是那个。The data of kerosene, the P value 比 can，因为前面 was，后面又 became，这是外国系，现在是切换。好，看来这边，and 对，OK，好，这边。All other five solvents. OK，来，那我们这样子再往下走。那这个到时候我再帮你修一个东西啊，就是说 for the mix oil POV。假设好 A 在这边，B。C 或者 Group C 也 OK 啊，POV equals 85 point 巴拉巴拉，minus plus plus minus 10.7 OK n 等于三这边 OK，the P value was 这边 OK，这边句号请它砍掉，不需要还有还。OK，好，就看得懂意思就好了。好，再来五，for the mix oil 这边5 octane，那个等一下我用另外先修版本啊，然后这个版本我会留着，然后我回去再仔细看这些数字跟那个跑的那些东西啊。这边 for the mix oil group 100，我有100的。100的那个 variation 比较大嘛啊，好，n 等于400 octane 的 P value was ，and there was 好，OK，听到了，there was a significant after removing the kerosene, the P value。
过你家教会啊，加入营啊，对不对？但是你们自己感受到就是哦，原来这个东西，但我的技巧在老师里面可能算中偏下。但相对，我有曾经带大家走这一段，因为你们到下个阶段去的时候，受到不同的老师，我不讲台大。好 ，OK， 不讲，来。好 ，OK， 那到时候也许这个东西可以砍掉，因为每个人都知道0.05嘛，哈 ，OK， 好，那这样子的话，哇，还有一个。SB 他一定会被我修成 BEING， 他一定保持，那不管他24.4这样子。The P value was set and OK， 好来，那这边的话，我先这边好来，我往下走。For the cost 这段删掉，但是我放的正是 B8 OK， 好再来。For the toxicity and restricted use by load， 它的毒性跟法规限制。Okay, Hexa is not on the list. 因为那个正极烷的话，相对起来需要管制，所以那个不会在我们清单上。我们讲，我们不考虑。We don't consider Hexa， 好像怪怪的。我就讲一个字 ，is not on the list， 就是不在考虑清单当中。好，再来。For coloring effects and observation, under under。Adding identical amount of reagents， 加入相同的试剂、相同剂量、相同量的试剂 ，and operations 相同的操作。The test of 这些东西 shows， 对不起 ，showed， 应该是过去 show darker blue or purple when adding starch solution and it。Was EASIE easier for OK， 就这样子啊。应该把镜头转过来。现场有五位、四位同学。好 ，OK。五位，哎呀，看不到了。来结论啊 ，All five solvents tested are shown。我就用现在式啊，但会不会有？等下 show。Are show similar POV to isoctane, no significant differences, but all of them are good substitutes， 就是他们都是，不是 ，but not all of them， 不是他们所有都是好的取代物。好 ，OK。因为这个字其实我不太确定拼法，我知道这个字，但是后来再去查一下字典啊。The use of hexane is restricted by law. Operators and locations should follow relevant occupational safety， 就是治安法规。And health regulations, thus hexane is not a top choice. 你不是讲不是 on the list 吗？对，这边不是 not a top choice。王同学，好了 ，OK， 好了。Compared, which is compared, compared to other solvents and operators may over titrate. May 是助动词，后面加原形动词。May over titrate it and misjudge the results.
可能价格的，我猜得到。OK。还有一个，帮我写句号。此外，它的数据也不稳定。来，怎么讲 ？Otherwise， 可以，但是 otherwise 也有一点。我会用另外一个字。In addition to， besides， 你看看，老婆念了这么多年了，你们讲一下这个。我，用 in addition， 你 test the data from。我一定会超过。Kerosene我刚才讲什么？不稳定还是不稳定还是会变异比较大？对啊，是单数还是复数？有人讲单数，有人讲复数，有单数，所以变成我就让它改对了，因为我认识 data 是复数。好，我们台湾英文讲叫 date， 然后泰国讲叫达达，泰国讲达达。好，这边好。我只要单数好了。老子就不知道，就不知道。那我就丢给。Then。Even it is， 好，没关系，这样子，写到就知道。Variation， 你看他校正要有复数，好，就听他的。OK，The unleaded 无铅汽油 is choose the one in the experiment， 不是 test 吗？对，这边叫做 experiment， 所以 test experiment 会教他使用哈，把。It is red and it does interfere. Does interfere? 有没有这个？对 ，interfere 就干扰。Fear 是 F-E-A-R 恐惧。It does 就是 does 的话，或者 do 就是的确是确实是干扰的观察颜色改变。这我写的，所以你看起来很顺，但搞不好台式文法啊。The Toluene and Xylene are recommended due to the reasonable cost, similar POV measurements, and no extra limitation from loads. Limitation 前面是 restriction， 变成两个字，意外。哇，写得多漂亮，对不对？不对，等一下用文法来纠正就知道了啊。好 ，OK， 那这样子的话，我先跳到那边去啊，先跳到那边去，这边。建立副本。好，这边我先暂时因为修稿，我跳到英文修稿那边去，我把其他全部砍光，然后把它集中在一起，大家看啊。好，我先砍光之后，我再开第二个档案。
再开第二个录音档。这边我会砍掉，因为等一下我不喜欢用这个东西，有个人的资料都不喜欢上传到 ChatGPT 或者上传到 Grammarly， 好，这边砍掉。好，这边了，先砍掉。哎，对不起。来，那个，如果你们要休息，先休息，我先把它砍掉，然后再来那个。OK。我先把它整合一下。你说，看其他老师赚的其他协助，我一定可以帮忙给一些建议。对，就看那个你的想做哪个东西。那些营养学只剩下赵老师那边。对，就是营养学。